时是我们在拍摄一个抖音视频，其中呢有一个环卫工人呢，然后入境了，就一直在看，在旁边看，然后笑，然后有网友就在上面评论，就说，哎，这个阿姨环卫工，就是阿姨笑得很甜，下次给她拍一套。有很多差别的，因为他一辈子没有拍过这种照片，包括神情啊，包括像肢体动作啦、啊，什么都跟常规的顾客不一样。常规的顾客一般都是有这些诉求，有这些表达能力、肢体表现能力才来，但是他是没有的，完全都是靠我们来教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摄影这块就是让大家去展现一个美。不管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美的权利，不管生活的高低贵贱，